西藏人见面吐舌头的原因是，西藏人见面时常会吐舌头，原因是什么呢？ A 友好的打招呼， B 感谢对方好意， C 祝福整天开心。怎么吐？就是都同一种吗？有没有别的吐舌头方式？应该没有吧，别的方式应该是有其他意思。你看哦，我以为他最会的，来，预备起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